欢迎大家来到蝗虫夜场。那么三天放假过后呢，台股的一个变化不大哈。来看到在今天了哈，来礼拜一开盘开高，然后走低之后呢，再来又黑又给你翻红哈。其实这个点数都不多了哈。说起来窄幅的一个盘整而已哈，没什么大不了。是说了哈，它既然都已经开高走低翻黑，为什么还能翻红呢？跟金融股有关系，跟金融股有关系。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头呢，我们要从金融股来讲起了哈。金融股最近大家之所以感兴趣呢，有一些题材嘛哈，比方说呢，就在这个假日的时候，那么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不是到大陆去吗？那而且呢，来个盛会啊，叫做朱席会啊，朱席会，这一下大家都联想了哈，在朱席会里头，比方他讲到什么？讲到所有台户通吗？当然没有了哈，讲到亚投行，亚投行哈啊，如果说呢，到时候亚投行这一次我们真的呢，一般会员可以真的啊正式加入的话啊，还有呢，大家要联想到哈，就算台户通不行的话，要不然台港通。这个在这个假日哈，全方位理财家哈已经有跟大家呢报告过了，如果台港通的话，那状况又是怎么样？好 ，OK 啊，这些来讲的话都跟什么有关联？大家直接联想到的一个族群就金融类股了哈。于是乎，在金融股在今天涨起来尤其尾盘涨起来情况之下，于是乎大盘它还能收红哈。好，那既然这么讲的话，在上个礼拜不是检视了什么关于金融股里头的龙头股到底表现怎么样？还记得吗？龙头在哪里呢？往常我们在讲这个金融股龙头啊，讲的就是国泰金嘛哈。那国泰金你看它月 K 线这个已经计算过了啦哈，给它来一个反弹，反弹大反弹里头第三大关就是559。那你看到这一次卷土重来，来到565不是就在这附近吗？559565哈啊，除此之外呢，再来我说，如果说把它呢浓缩范围了哈，变成是周 K 来看的话，那周 K 是这么一回事吗？624掉下来到 27.8， 当初这里没有破最大干涉角，现在拉起来呢，来请问一下，回升如果不创高，回升不见得就会创高哦。要是不创高的话，请问一下最大干涉角在哪里？当初是回跌而不破底，最大干涉角刚好，那这样起来了。好，回升要是不创高，最大干涉角564，半对数运算的啦。而最近高点看到就是565嘛，哈，564565，所以请你心里头本来就明白了哈，在这个5564。跟这个说559这两个数字相当接近哈，可以说是重叠的关卡压力，反压59到564 ,56 附近就要小心 ,56 附近就必须要停停看啊啊，结果呢来看一下哈，你看到这个30分钟 K 线啊，现在看到这个细部分解了哈，这个是上个礼拜来到56就往下掉啦，就回头啦啊，回头不见得就会死啊，你看就短波而言的话，回档到哪里？这个是到周末，上个周末礼拜四当时回档到第一关539537啊，人家没有这个样子就破关下去呢，强势整理啊，现在有题材的嘛哈，所以来第一关537539，从这个地方拉起来，看到30分钟 K 线，这个就今天的又来了。好，又来的情况之下，它还没过呢啊，上个礼拜高点565嘛哈啊，同样呢，你心里头还是明白那个重叠反压在哪里？重叠反压一样是在564到559，来今天高点到哪里？562，收盘收在558，对不对？对不对？到今天为止，但还没克服，不代表说人家明天一定怎么样了哈，搞不好明天是不是硬实过关斩将怎么样啊？我不知道了哈，大家只能眼见为凭了哈。最起码让你明白如何心中要有一把尺。好 ，OK， 这个讲的是龙头股啊，国泰金。但有人讲了哈，现在呢，这个金融股里头更强，搁看大部位哈，这个龙头呢应该是富邦金。好，没有关系啦。啊，你讲富邦金呢，这个假日的时候，大家有收看节目的话，应该就看到我一样把富邦金拿出来做解说了哈。啊，如果说到富邦金的话，一样先看长的月 K 线，你就发现呢，富邦金在当时呢啊曾经这么上涨，又给它拉回过程当中，一样符合半对数，它又按照半对数步伐在行进哦。问题来了哈，当初回下来又给它再起来啊，再起来之后情况之下，好，我们再把它浓缩了，变成周 K 啊，再变成周 K 的话，一样在过程当中都有符合半对数，都验证给你看了哈。那问题来了哈，它这样一波一波高，那一波一波呢啊，这么涨起来的话，啊，全涨到这里的情况之下，这个样子呢，到底要涨到什么地方去？什么地方才有反压哈？那么两个的一个判别方式不见得相同啦，富邦金跟国泰金不见得判别方式相同。那你如果试着要诊断富邦金的话，
那是谁要诊断呢？那比方说呢，哈，啊，既然在这里曾经是一个大整理、横向整理，从这个地方是可以看出来，去年以来啊，去年下半年以来，可以说最新的攻击波 38.85， 从这里创高之后拉到呢，啊，最近高点 67.7， 这个是到上个礼拜，这个是到上个礼拜了哈。那这个样，请问一下，到底能看出什么端倪？能看出什么端倪哈？如果说这个样子 OK， 你还看不出来啊，没关系，把它呢再用放大镜来放大。啊，代表说用日 K 了哈，来日 K 就从那个 38.85， 去年以来啊，可以说呢最新的一个攻击波是这个样子来的嘛哈。好，从这里以来的话，那么你试着做一下波浪界定，哎，似乎可以把它区分为什么？一、二，再来三，再来四，强势整理之后五，哎呦，现在会不会走到一个阶段循环里头第五波？可不可能啊？这个当然不排除了哈。啊，如果这个样子的话。那我们发现了一件事，什么事？发现一点哈，如果这个叫做五波式循环的话，那你就可以察觉到一件事咯，这个第三波比第一波来得短，第三波小于第一波。按照艾瑞特铁律哈，姑不论它到底是不是铁律啦哈，对个股来讲是不见得啦，但是如果说你信它的话，艾瑞特铁律里头三条之一，第二条告诉你什么？第三波不能是最短的一波啦。啊，第三波不能是最短的一波，它已经小于它了。第三波小于第一波，所以第五波应该也要小于第三波。那第五波小于第三波的话，你就从第三波换算半对数 H1 的限值，跟它等幅的这个限值693。代表说这一波呢，啊，如果真的这个理论上如果成立，啊，如果这个波浪界定通通没有错，那照理说呢，要符合理论，它就不应该超越693啦。啊，你再涨再创高没关系，就不应该超越693。请问一下，富邦金今天有没有继续拉高？有，今天它还创高，今天创高到哪里？啊，不是六七几哦，来看到六八几了，683，683啊，30分钟 K 线你看得更加清楚啦，是不是？那等于说，如果从553以来，这里嘛叫做第五波的话，553以来到现在哈，细微波到底涨几波不清楚了哈，啊，没有关系啊，如果说它不应该超越693，683。嗯哼，啊，不应该超越 H1 限值。如果叫做693的话，现在来到683了，准备怎么样？准备怎么样？明天磨刀霍霍，准备要给他对准这一批猪羊吗？哈，可没有人告诉你，明天他一定猪羊变色哈。你别搞错，你也别误会了，是不是？我说按照呢，如果说这个界定没有错，如果说这个理论你信他的情况之下，那应该怎么样？我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呢告诉你任何答案哈，没有办法跟你保证任何答案呐。但是呢，我只是在这里跟你探讨这样的一个学理，所以我也相当好奇啊。我没对他怎样，你放心，我现在没对他怎样，我只是很好奇，到底这样的一个界定方式对不对？到底明天他能不能过693，或者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还真的会回头呢？啊，我们一同呢，大家来好奇，哈哈，大家好好来做一个追踪好了。那同时啦哈，就在假日节目的时候，我就拿富邦金这样的一个逻辑来做推演。那推演的同时啦，我说其实我的哈身旁有一位高材生，这位高材生说，哎，崇哥，如果依照富邦金这样的一个逻辑，那这个样子呢，我们甚至都会查知这一个关于股王股后到底上头它限值在哪里。股王股后限值在哪里？我起先还没注意到，我身旁这位高材生真厉害，他把这个逻辑了哈，那把他呢啊这个样子触类旁通之后，那居然呢去诊断这个股王股后。那在节目当中我搬出来跟大家讲过了哈，不用从头讲了。啊，如果按照这样一个原理在哪里？重点来了哈，一样大力光12345的话，这个循环波里头第三波小于第一波啊，所以第五波呢应该小于第三波啊，所以这个样子只按照第三波，它半对数 H1 限值多少？3302啊，对不对？最近高点很接近啊。最近高点很接近啊，啊，现在它创高来到这里了吗？还没哈，啊，反正你看这个高点非常接近它，到底能不能过呢？我也不知道，我也是觉得相当好奇哈。还有呢，除此之外，这位高材生他也诊断了什么？汉维科12345啊，一样目测就小了第三波小于第一波，所以第五波应该小于第三波。按照第三波呢，半对数 H1 限值2330，最近高点2290，最近高点2290啊。好 ,OK, 啊这个样子情况之下，既然呢他通通诊断出来这两个股王股后啊齁啊，所以呢他到底想去空哪一个，他到底想去空哪一个，等着给哪一个拉高来空他呢？我告诉你啦齁，当这位高材生呢他把这个所谓股王股后也一并拿出来探讨，而且节目当中呢我搬出来讲了之后，就在今天大清早。
就在今天大清早，大清早之后，我身旁这位高材生他崇哥，啊，因为你把这个都搬到节目上去讲了哈、啊，所以呢，让他也大为感动。于是乎呢，他在这个假日的时候，他跟着又去诊断另外一个，他跟着他接着他又去诊断另外一个哈、啊，按照同样的一个逻辑呀、啊，逻辑原来他诊断另外一个，哎，这个在之前我一样是没察觉的，我都讲坦白话了哈、啊，在之前哎，一个人没有说天天的把所有啊几千档股票都看完没有了哈、啊，但是他接着又按照这个逻辑原理呢，去推算哪一个来看到，这一档是网家 PC Home。PC 这个好厉害，好厉害，真的好会涨，好会涨啊！那么好，你现在第一个先看的是月 K 线，月 K 线里头往加了哈，之前曾经了哈啊，好几年前啊，曾经股价才 16.3 啊，那 16.3 后来涨到240，拜托，这个已经呢几倍数上涨了，一二十倍数的一个上涨哈、啊，涨到这里之后回档，有回档，回档股价叫做腰斩，哎、啊，腰斩又怎么样？半电数比例图上头，你透过目测，你发现哎，这个根本就是超强势整理。哎，股价这个样子给你拉回做修正啊，股价腰斩，其实呢在半对数比例图上头它的超强势整理，所以于是乎呢拉起来之后继续创高继续涨啊，又给你涨到这里啊，又涨到这里了。好 ,OK, 那像刚刚我们运用了什么半对数 H 值齁、哦、啊，如果半对数 H 值的情况之下呢，那一个东西来了，那你说呢曾经呢、啊、这个大波段月 K 线曾经涨那么高，从这个地方来第二长波啊的一个攻击又来了，第二长波攻击来了哈、啊。那你说呢哈、啊？还不用说呢 ，H1 啊 ，H1 的话，这一下子股价到底涨到哪里去了？股价不就上千到哪里哈、啊？那可不可能？那日后的事情呢、啊？啊，先一步一步来嘛，先不要一下子跳到 H1 了、啊，那么大波段，那么大波段。所以于是乎了哈、啊，先算一个东西好了 ，H0.618 黄金切割率哈、啊，对对，但是半对数运算了、哦，半对数运算了、哦、啊。如果这个阶段要来比较这个阶段哈，给它先来一个短一点，先来一个短一点，好，看到看到啊，半对数运算，嗯哼，我们现在算的哈，其实只是半对数 H0.618 了哈，来来来，一个数字就出来了，多少？606，606，嗯，有兴趣吗？你要抄录下来都没有关系啊，我们只是做学理的一个探究而已啊，606。好，最近高点您看到了，就今天高点多少？537啊，距离606啊，好几十块钱，还好几十块钱，到底这个样子他来不来？我不知道啊，到底来不来是一回事了哈，也没有人告诉他来了之后这里又涨就涨不过去，对不对？毕竟半对数告诉你关卡，没告诉你答案，答案是没价判别的啊，这个也不叫关卡，是你赋予他，如果给他来这么一回事，半对 H 值的话。啊，你假想的一个目标，那一个尺度，心中一把尺在哪里？只是告诉你这么一回事了啊，反正这个还差好几十块嘛，哈。好 ，OK 啊，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了哈，你说哎，我还要再仔细去追踪，嗯，你要仔细追踪他，看他眼前到底有没有可能出状况或怎么样的话，那你就从这一波嘛，一五以来，那干脆把它变成呢周 K 好了，变成周 K， 来，你发现一件事了。往加者周 K 啊，这样一波比一波高，这么涨到这里来了哈、啊。那你发现它真的是有够厉害哟，什么厉害？艾略特曾经讲过了哈、啊，当股价一个推进波怎么运行的哈、啊，是沿着平行轨道线，平行轨道线这个样子没错啊，平行轨道这个样子涨，哎，到这里不一样啊，到这里之后还穿越了平行轨道线，转为陡角。拜托，更加厉害，真的是佩服他，是不是？从什么地方转起来？你发现了哈、啊？这里低点，这个都哈，从这个低点到这里，它没有出现了。到这里261这里没有出现之后，转为陡角，穿越上面的虚线。天哪，怎么那么强？这么强的股票怎么可能会回头？怎么可能会回头？对不对？好，现在你发现了，从261这里开始转为陡角，就从261这里开始，从这段开始，把它继续用放大镜放大日 K 线哈。那这一下子呢，来你就注意到了，日 K 在这里261起来，对不对？哎，你忽然就发现一件事情哦，之前那么会涨，一波接一波，涨了几波都数不出来，但是从261开始呢，哎，师傅可以界定了，请问一下怎么去做界定？来261涨起来到377一，对不对？拉回到这里二，再来给它涨起来到49.5三，再拉回，哎呦，一是不重叠呢，很标准，再来第五波。涨起来，到今天看到高点啊，这个会不会是五？嗯哼，好 ，OK， 那就算这个界定没有错的话，问题来了，一二三四五啊，谁告诉你这个五一定可以涨到哪里？
没有人跟你规定五月要涨到哪里，除非什么？刚刚所讲的，按照富邦金，按照大力光，按照汉维科，那一个逻辑原理能不能运用在这个网家身上？行不行？行不行的话，来你就必须先了解了。请问一下，第一波跟第三波哪一个长，哪一个短？单单目测这一下子看不清楚了，看不清楚了。而且更何况不是加减而已啊，你必须应用半对数。那应用半对数的话，来计算什么？第一波跟第三波 H1， 你必须要先确认，必须要先确认，好不好？来 ，here， 第一波的哈，跟所谓的第三波，来 ，H1 值照理讲哈，多少呢？一个数目字出来了，459，半对数 H1 照理讲哈，两个如果等幅的话是459块，它到哪里？449.5，发现了吗？代表什么？短少十块钱，代表说第三波它的确短于第一波，第三波短于第一波，那这一下子第一波应该又要小于第三波。有一次的东西来了啊，对不对？因为前面第三波小于第一波，所以接下来第一波应该是要小于第三波。好 ，OK， 继续计算什么？如果这个原理它本身可以适用的话啊，请问一下哈，第一波半对数它限值到底在哪里？到底在哪里哈？马上，真相大白，一个数目字出来了，538.5，算到549啊，算到539，好吧，539，没关系，538539可以，539，就在今天，请问一下，网家最高多少？537，537，开盘冲起来537，打下来跌停，对不对？对不对？啊，是不是？所以呢，我身旁这位高材生啊，他加入的时候就按照这个样子触类旁通，又把他推演到网家身上。对，大清早还没开盘就跟我探讨这件事，说他算出来网家538539，我真的吗？真的吗？哇塞，539打下来跌停板，537啦，没有不敢摸到539，当天537打下来打到跌停板，这下换我好奇了，对不对？我问他。好，收完盘之后，我看到网家跌停，我自己也吓了一跳。我问他说：“你空了没有？空了没有？”他叹了长长的一口气，叹了长长一口气。来看到世纪多空大出现哈，翻过来数倍，别怪理论错，怪自己不照做。别怪理论错，怪自己不照做。你就算出来，但不敢做嘛？no， 不是，误会了。他跟我讲，崇哥，我有打电话到券商问营业员，啊，结果呢，没办法空，为什么？查一下，网家融资起账800多张，融券250，啊，对券商来讲普遍缺乏券源啊，所以并不是每家券商你都有券可以让你空，是他想要下手，偏偏就没有券可以让他空，所以他常常叹了一口气。我说不用叹气，你这一下子你已经出师了，只要你懂赚钱的方法，现在学习成功之道犹不迟啊哈！是如果你不甘心只想赌，结果很可能照样输。你只要懂的话，这个身上你没有办法实施，这个身上你没有办法真的去落实啊，没有关系啊，你还有其他的机会。有太多机会了嘛，这些机会还不只是一定要运用在那什么做空上头，做多了可能吗？都可能啊，对，最新传真标题看着，我们现在的策略在哪边，我都没有蛮力了。扩大空翻战舰之余，相对也有低阶的探讨。不管做多做空，同样半对数，同样这些技术理论的原理，只要你懂，只要你懂赚钱的方法，真的你现在学习成功之后都还不迟。到底我跟会员探讨了什么？先进广告马上回来。恢复家园时，请穿雨鞋、戴手套，先做好自我保护。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请丢弃。水要煮沸，食物要煮熟。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多一分警觉，多一分自我保护。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02-2781-0909，02-2781-0909。看你这么年轻，怎么就气喘吁吁的？爷爷，你怎么都不会喘？除了运动，我也定期做体适能检测。体适能检测，你看，全国各县市都设有体适能检测站，提供民众检测。项目包括肌力、肌耐力、心肺耐力等多项检测，还有英法族专属检测项目哦。这里的教练亲切又专业，那我也要定期来检测。运动久久，健康久久，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欢迎大家回到节目现场，来看一下最新传声标题哈，来扩大空方战线之余，相对也有低阶的探讨。半对数的运用不只是在所谓呢，你要逢高放空而已啦，包括要是逢低有没有可能呢？低阶对象又在哪里呢？比方说哈，来举一个例子了哈，先了解一下这档个股明明是在走跌嘛哈，人家呢行情好端端还高高在上，但是它越跌越低了，请问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来，按照波浪上来讲的话，如果你把这里阶段接近叫做 A 波下跌，这里叫 B 波反弹，现在走的就相当于 C 波啊。如果是 C 波情况之下 ，C 波必然是五波式 ，C 波必然是五波式哈。来看一下，从523起来下来，如果叫 C 波，1、2、3、4、5。好，到底我要讲谁呢？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中职观众们应该看很眼熟，我在讲谁？之前曾经公开探讨过嘛？好 ，OK， 不管你知不知道都没有关系。我们刚刚运用什么半对数 H 值？如果说 C 波你要比照 A 波 ，C 波要比照 A 波，请问 H 1在哪里 ？C 波如果要比照 A 波，请问 H 1在哪里？哈，好 ，OK， 马上就好，当场还有时间，我们就来做一下验算，好不好？啊，马上就 OK， 一个数目字来了，四舍五入一下，325哈 ，H1 32.5，没有人规定了，它一定要不偏不倚到那个地方来哈，这个是你赋予它 H1 的情况之下，心中一把尺，不代表它一定要到那里或怎么样。好啊，除 H 之外，我们应该呢要辅佐于什么？来给它这么回档下来吧 ，P 值验算呢？啊，如果 P 值验算的情况之下。来，就换 P 子了，换 P 子了哈，来，还有时间，算一下，忘记了吗 ？P 子在哪里？33.2第几关？这个是第三关了，第三关 P3 33.2到32.5，这两个啊，近乎是重叠哈，重叠关卡支撑呢、啊。来，半对数多空九式啊，翻开来看哈，刚刚我们算了什么？有 P 子，对不对？对不对？来 ，P 值公式测支撑与压力关卡啊。除此之外，再来看一下哈。还有呢 ，H 值公式是测理想参考目标啊。除此之外呢，把它们重叠的话，如果重叠情况之下，三合一落点哈。刚你所看到这样 ，P 跟 H 值是二合一啦，只是二合一，有兴趣有意思了哈。等等看看它能不能下来哈。啊，如果这样情况来看，刚那个是低价，还有高价的在哪里啊？人家大盘在涨，结果往下掉的。哎呦，如果这里叫 A， 如果这里叫 B， 这个也往下跌，1、2、3、4、5 A。啊，如果这种情况之下呢？啊，请问一下 ，P 值、H 值在哪里？拍谁不起？刚正我那款哈，对不对？来，与其多也罢，空也罢，无零多空有据，你就可能都能赚了。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